2019 Junior NBA 联赛复赛9号在台北体育馆火热开打，场上竞争激烈，场边也相当吸睛。活动大使，同时也是 NBA 名人堂球星 Alonzo Mourning 亲临现场观看比赛啦。过去曾因肾脏疾病所苦的 Mourning， 本次是和罕病基金会的病友一同观赛，期盼能给予他们更多对抗疾病的力量。真的很兴奋，然后这个机会真的我第一次啊，第一次了，因为小朋友刚好透过罕见疾病这样子给我们这个机会，我们觉得很感谢。我觉得我很开心，然后那个Alonzo Mourning他我很谢谢他签我的球。Mourning在中场时也化身客座球评，坐上主播台讲解了一番，而在离场时更是相当亲密地帮一旁等候多时的球迷签名，让球迷满载而归。他机场到的前一天，我就先去机场堵了，我就隔天，我每天就是有他有公开的活动，我就去他去的活动那边堵，应该可以回家就是裱框纪念收藏这样子，对吧？爸比较喜欢他，然后我是帮我爸来要一个签名当他礼物，看父亲节的时候这个就送他当礼物好了。我要送给我同学。所以同学是他的，他是始终热火的球迷，然后他生日快要到了就送给他。哇，这些球迷都是相当有心，这得来不易的签名不管是要送礼还是自用，相信这位名人堂球星都让他们有个相当美好的回忆。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